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去找小花，现在已经下楼了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的时间，但是如同过了几个世纪一般。现在已经下楼了，爸爸妈妈的话还在楼上，我也已经跟他们做了告别。这几天呢，我也一直在陪伴他们，虽然聊得不是很愉快，但是我相信时间长了，他们一定会理解我的。一切已准备就绪，然后呢，先不跟小花说我已经回来的消息，给她一个小小的惊喜。然后呢，回去之前也准备个小小的礼物，一切已准备就绪啊。然后机票也已经买了，现在就出发，走吧。老板，哎，老公你来了。对，来了。发给你了，我发了好多发的。弄好了是吧？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行了，你东西给你发给的意思了哈。东西在这里面是吧？哦。看不到是吧？看不到。啊，那就行。好的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，你们是老顾客，照顾我生意，你这个。好的。那个钱的话，小李过来结账啊，到时候。不结账，我们俩关系。行，好的，那走了啊，谢谢。谢谢哈，好，谢谢咱们队友。好。小花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希望我来吗？不是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因为我想你了，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。可不可以先抱一下呗？你别逗我了，好哥，你老是喜欢开玩笑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认真的呀，我是认真的。哎呀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。你抱一下这个花，你没看到我提了那么多东西吗？你看我大包小包的。对，这些都是给你，就是孩子温馨晨曦。他们三个买的衣服，那个大包小包的，你还让我站这里站这么久。你提那么多东西，你说你破费了？没有，都是用得着的。走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对了，小花，这个花的话，到时候不要扔掉啊，它里面就是还有一层，内有乾坤。对，就是它里面还有一层花。这个花到时候如果枯萎了的话，把它一个一个的剥开啊，里面还有东西啊。谢谢啊。好，来，孩子呢？他在里面，你先进来坐吧。在里面是吧？好久没抱过他了，走，我们去抱一下孩子。